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世界之最。今天我们来聊聊马云的三次创业经历。马云的三次创业经历都是从没钱开始。很多人都想创业，但他们是否有一个同样不创业的理由？我没有钱，我要是有钱的话。似乎只要有钱，他就一定能创业成功。马云的创业经历告诉我们，没钱同样可以创业，同样可以创出一番伟大的事业。第一次创办海博翻译社。马云之所以要办翻译社，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。一，当时杭州很多的外贸公司需要大量专职或兼职的外语翻译人才。二，他自己这方面的订单太多，实在忙不过来。三，当时杭州还没有一家专业的翻译机构，很多人光有想法，从来都不会有行动。但是马云一有想法，却是马上行动。当时是1992年，马云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青年教师，28岁，工作4年，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，但没钱不是问题。他找了几个合作伙伴一起创业，风风火火地把杭州第一家专业的翻译机构成立起来了。创业开始也是举步维艰，第一个月翻译社的全部收入才700元，而当时每个月的房租就是2400元。于是好心的同事朋友就劝马云别瞎折腾了，就连几个合作伙伴的信心都发生了动摇。但是马云没有想过放弃，为了维持翻译社的生存，马云开始贩卖内衣、礼品、医药等等小商品，跟许许多多的业务员一样四处推销，受尽了屈辱，受尽了白眼。整整三年，翻译社就靠着马云推销这些杂货来维持生存。1995年，翻译社开始实现盈利。现在海博翻译社已经成为杭州最大的专业翻译机构，虽然不能跟如今的阿里巴巴相提并论，但是海博翻译社在马云的创业经历中也画下了重重的一笔。海博翻译社给马云最大的启示就是永不放弃。没有钱，只要你永不放弃，你就可以取得成功。第二次创办中国黄页。中国黄页是中国第一家网站，虽然是极其粗糙的一个网站，网站的建立源于马云到美国的一次经历。1995年初，马云参观了西雅图一个朋友的网络公司，亲眼见识了互联网的神奇。他马上意识到互联网在未来的巨大发展前景，马上决定回国做互联网创业。开始马云仍然没有什么钱，所有的家当也只有6000元，于是又变卖了海博翻译社的办公家具，跟亲戚朋友四处借钱，这才凑够了8万元，再加上两个朋友的投资，一共才10万元。对于一家网络公司来说，区区10万元实在是太寒酸了。很多人都说做网络公司没个几百万上千万是玩不转的，又有人说如今的环境跟马云创办中国黄页的时候截然不同了，那时10万可以，现在肯定不行。这全都是借口，说这样的话的人这辈子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，因为他们眼里看到的都是困难。对于中国黄页来说，创办初期资金也的确是最大的问题，由于开支大，业务又少，最凄惨的时候公司银行账户上只有200元现金。但是马云以他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把营业额从零做到了几百万。当然后来中国黄页被杭州电信收购了，中国黄页在马云手里依然是成功的。第三次创办阿里巴巴。阿里巴巴无疑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的一次奇迹，这次奇迹是由马云和他的团队创造的。阿里巴巴创业开始钱也不多，50万，是18个人东拼西凑凑起来的。50万是他们全部的家底，然而就是这50万，马云却喊出了这样的宣言，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，要进入全球网站排名前十位。那是1999年，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，国外风险投资商疯狂给中国网络公司投钱，网络公司也是疯狂的烧钱。50万只不过是像新浪、搜狐、网易这样大型的门户网站一笔小小的广告费而已。阿里巴巴创业开始是相当艰难，每个人工资只有500元，公司的开支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来用。外出办事，发扬出门基本靠走的精神，很少打车。据说有一次大伙出去买东西，东西很多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搭德士。大家在马路上向德士招手，来了一辆桑塔纳，
他们就白手不做，一直等到来了一辆夏利，他们才坐上去。因为夏利每公里的费用比桑塔纳便宜2元钱，阿里巴巴曾经因为资金的问题到了几乎维持不下去的地步。8年过去了，2007年11月6日，阿里巴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，市值200亿美金，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。马云和他的创业团队缔造了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的奇迹。中国大部分想创业的人都是一样，晚上想想千条路，早上起来走原路。他们比马云聪明多了，能想出非常多的创业好点子来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执行过，因为他们有着太多的借口和理由。我没有钱，他们都这样想，于是他们继续过他们平庸的生活。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，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，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。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，有一个善良的心，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，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。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，没有理想，从此停止进步，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。看完之后，你还会对自己创业没有资金或没有其他什么的找借口吗？你要做的是想到了马上就去做，像马云那样，只要你努力了，世界上其实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小片的视频帮忙按个赞与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